常高兴大家又回到了我们南平联谊总会这个大家庭，这个温馨团结的家庭。这是我们第二次本会的动员大会。在今天晚上的总动员大会之前呢，我们呢先和我们本会的领导们一起分头喝个饮，然后才开始正式的这个动员大会。那么等一下呢，喝饮呢就由谢秘书长来指挥。下面呢，我们先用热烈掌声，欢迎本会的领导到主席台就座，大家鼓掌欢迎。大志先生，大家鼓掌欢迎。现在有请延平的乡亲全部上来。必须介绍一下啊，出席今天晚上动员大会的还有中国侨联顾问、香港侨联本会监事长王清贤先生，大家欢迎。本会常务副会长苏作锦先生，常务副理事长谢建国先生，副会长王文先生，副监事长周淑玲女士、王先生女士、林月清女士，还有谢祥帝先生、林彦文先生，还有正在筹备中的光州联谊会会长严义松先生。下面开始合照。老李坐进去，等会您坐进去，我一起好，你们望回过来啊，口罩全部戴好啊。您提过实施给我们的要遵守。相聚在一起，这是香港南平联谊总会继11月16日动员大会之后又一次的大规模的动员聚会。乡亲们的踊跃参加，彰显了我们南平联谊总会的凝聚力、号召力和使命感，也凸显了银百在港乡亲浓浓的爱国爱港的情怀。前一段的时间，在香港福建社团联会的部署下，本会积极地配合港岛东、港岛西等分会和将军澳的助选活动，努力地营造立法会选举的气氛，广泛的动员乡亲亲朋戚友投票，
大家齐心协力，不辞劳苦，白结账，太担当，打电话，默默的付出，贡献良多。在此，我谨代表香港蓝屏联谊总会，向各位乡亲和义工们的无私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并致以崇高的敬意。乡亲们，目前新一届立法会选举已进入最后冲刺的阶段，还有九天就要投票选举了。作为一个合资格的选民，积极的参与立法会的选举，踊跃投票，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职责和义务，也是我们爱国爱港乡亲应有的承担。这次选战是香港完善选举制度的首场立法会选举，不仅关系到落实爱国者治港，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，也关系到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市民的福祉。因此我们在这里再次的向乡亲们呼吁，希望大家竭尽所能，发动所有的亲朋好友，珍惜我们手中的每一张选票。十九日选举当天倾巢而出，踊跃投票，让我们选出德才兼备、有理想、有担当的立法会议员，共同开放香港良政善治的新时代，再创香港美好的未来，造福社会，造福市民，拜托大家了。在此也祝各位健康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尊敬的大智会长，尊敬的各位李建智，亲爱的乡亲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天呢，很高兴能够参加今天的南平联谊总会的动员大会啊，看到我们的乡亲们经过两年来的这个黑暴跟疫情的侵蚀下，我们今天呢终于走过来了，而且呢看到大家呢生气勃勃，而且是非常温馨啊，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勇气。两年来其实我们走过了艰苦的，而且是这个非常这个受到很大的冲击啊，不管是黑暴当中呢，或者是我们疫情当中呢，确实对我们社会、对我们家庭各方面都冲击很大。但是呢今天呢在中央呢这个爱国者治港是吧，跟这个国安法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实下，使我们香港从暴乱啊，从乱到治啊。虽然我们现在的疫情呢还是没有完全割断，但是呢可以说呢已经慢慢的已经走向了好的一方面啊。大家都知道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通关的那个报名呢，大家这个不再这个是好事啊，希望我们在春节之前呢能够通关啊。刚才我们的会长都讲了啊，我们的这个12月19号我们将是面临着立法会的新的选举，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在一个新的条件下、新的环境下，我们举行了啊爱国者治港的一个立法会的选举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啊为着香港的发展的前途是吧，为大家个人的亲身利益，一定要出来投票，而且动员我们的亲属朋友都来投票。
虽然好像大家说，这次呢有这个爱国者治港的这个威力的这个威力的下呢，我们的选举呢保赢了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要把这个新的气氛动员这个发挥起来，更多的人，啊，更多的人呢来参选，这个来投票，使到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气氛、整个政治气氛给火红起来，啊，所以我相信呢，大家都体会到啊，我们南平呢，在福建省来讲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区，啊，而且呢，真正的南平老乡不多，啊，很多是有沿海地区移民过来的，啊，移民到我们南平，啊，到我们闽北来，啊，但是呢，大家呢虽然是不是南平地区的土生土长，但是大家都很爱惜自己的这个南平，啊，特别是我们南平联谊会，啊，这几年来经过这个王大志会长的带领下，全体李建制的努力下，能够发展到今天是非常不简单，所以我们期望，啊，我们今后在我们这香港这样好的形势下，在祖国的关怀下，我们南平联谊会在王大志会长、在全体李建制以及全体乡亲们的努力下，我们的南平联谊会更加美好。谢谢大家。